안녕，我系 Mira， 而家心情好好，点解呢？俾大家睇下啲嘢。6:22，冇错，个天系啱啱光咋。然之后平时呢个时间咧，我系未瞓啦，或者系准备瞓，但系基于琴日咧又唔小心瞓咗咗个关系，我头先其实4:00就已经醒咗。因为我是不小心在沙发睡着啦，一醒的时候想着回房再睡多一阵，但是就睡不着了，所以今天想着进行一个比较健康的人生。所以呢晨早就化妆，吃什么好呢？早餐心情太好，想吃一些很好味的早餐。用什么味好呢？用这个若隐若现的 Weymouth 今天的香味。心情愉快。其实我想讲前晚我才是凌晨这样睡，但是今天可以这么早起床，我真的觉得我的生理时钟是很神奇，我自己都掌握不到我的生理时钟。好干净的厨房啊，心情很好啊。是写住果皮括弧陈皮2019年1月17日到期啦。我知道平时我们接触的陈皮其实越摆越耐越好，但因为这只是韩国制的，那我究竟抌不抌好？三文治啦，我都两只蛋，唔太多啦，一只算。火腿有冇火腿？有没有火腿？有劲多菜，咪食菜先。这个面包是我在 Paris Baguette 度买的，它是南瓜谷麦包，好像很健康咁样，所以我不买嚟试，有冇味？由于我上次发现了其实蛋是不需要全熟，只要它热了就得了，咁所以我决定咧系我嚟微波它，不想开炉。微波蛋超方便，真系，跟住一分钟都冇，就变成咁啦。点解我仲要烚蛋呢？超中意食呢啲蟹柳。亲爱的美乃滋，我永远都是会整到咁样嗰张纸，点解会咁嘅咧？有咩问题咧？我只手，喂。喂，이렇게다써唔知有冇味咧？试下先。嗯，嗰种南瓜的香味，但系唔会太甜，几好喎。忍唔住，我都可以加啲茄汁。
燒燒。有冇人同我一樣好中意食芫茜嘅？可以試下加少少芫茜三文治度，雖然唔知道效果會點樣。我成日都好似好怪添，加唔加呢？加少少試下。但中意食芫茜嘅人嘅話，應該係覺得芫茜落咩都好食嘅。超香！又係芝士多啤梨，大家應該見到芝士多啤梨嘅呢個畫面，見到好厭啦，係嘛？但冇計，因為士多啤梨買翻嚟就要食，跟住如果唔食佢，開始爛啦。個焗爐好嘈咯，擺呢位。掛住講嘢，唔小心焗窿咗。超好味，超濃，我覺得咁樣用攪拌機打奶好飲過就咁用大力結腸去沖，因為我覺得佢哋嗰個味道好似比較 mix 埋一齊多啲。如果咁樣打嘅話，究竟好唔好食咧？加芫茜嘅三文治。我個人是喜歡的，因為我真的超級喜歡吃芫茜，我吃什麼都可以加芫茜，芫茜火鍋，台灣夜市裡面賣的那隻芫茜雪糕是超級好味。有沒有一人都喜歡吃芫茜的人？有的話在下面留言跟我說。超愛，我是超愛，我是不可以沒有芫茜這件事生存的。平時不會特登想吃，但如果有的話，見到的話就會瘋狂地吃。好，現在就是7:10，陣間1:00我要去宏大，所以趁哇現在還有6小時，哇勁多時間，打起10分精神去工作一下先，剪一剪片。6小時，希望可以 KO 2條片啦。如果可以嘅話，呢幾日咧我都啪啪埋埋有好多片累積咗，希望可以盡快出曬佢啦。其實本身個工作台咧係喺呢邊啦，但我最近實在太中意就咁坐喺 sofa 面前嘅呢張台，然之後坐地下工作。雖然嗰張凳其實係即係對條腰，即係如果係長期咁樣做嘢嘅，對條腰係好啲嘅。但係呢排覺得喺呢個位度做嘢比較有效率，所以我近排都係坐喺呢個位做嘢，食飯都係呢個位，跟住間唔時就會去窗邊嗰度咯。我屋企係向東，所以朝早就會勁曬。好。咁你想我加完俾一次你？
系咯系咯，你加住先。反对是你说，某人上那边있느냐없느냐문제지。생일선물그걸해줄까？너먹는사람이있느냐없느냐문제지생일선물그걸해줄까아나지금진짜억울해我所以我琴日就係喺度瞓著，其實都幾好，日頭起身夢到個風景係真係唔同啲，同埋個人好似有希望啲，我覺得，因為平時可能太晏起身，跟住你個人真正醒咗之後，其實已經係開始天黑噶啦嘛，所以其實有少少容易比較憂鬱嘅，我覺得係真嘅。因为而家虽然今日有少少阴天，但我觉得成个感觉都好唔错。仲要系咧，朝早嘅话咧系可以听到雀仔嘅叫声，呢、這个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加分嘅一样嘢，即系对于我嚟讲，朝早起身呢样嘢，我听到雀仔叫声系会令到心情变得好好。洗咗个几钟，但系仲有个几钟。但系因为我阵间一点要去到宏大，所以而家要出门啦。今日 all black， 因为蓝色头。我近期所有嘅打扮应该都会全黑噶。今日个口罩有啲细，之前试过戴太细嘅口罩，跟住头痛。希望今晚唔會咯。噔噔，整好咗，今次整藍色。然之後其實而家有啲肚餓，因為頭先個早餐食得太飽，所以頭先出嚟嘅時候我冇食到嘢。其實我都預咗會肚餓噶啦，但係陣間約咗人食飯，所以都係忍住。那个包子吃，哎，妈子。见到忍唔住就买咗，要见到实物先可以决定买唔买。现在是下午四点，我起身已经十二个钟，真的觉得很眼瞓。头先我搭车，差点瞌着，差点将个手机跌咗落地下。而家嚟到新沙洞，喺同人食饭之前，我决定要买啲嘢，因为趁出街咧就将所有要做嘅做晒佢先。同大家开心。好，宋正阳，嗨。안녕。好久不见了。你要给我一点准备的时间吧，不然就叫我这样拍哦呀。好好好。没关系。每次都是这样子，每次我突然拍他，他都说很突然突然，然后他就准备准备个屁啊！有 YouTuber 的朋友好麻烦。你自己不是也是？然后正阳带我来吃好吃的 cookie， 超好吃的。嗯。真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所以你准备要戴着口罩吃 kimchi 吗？这个猪皮是脆到爆咯。
香噻，好似饼咁样。超香，冇食过咁好食嘅猪皮，咪有嘅，但唔同感觉咯。잘먹었습니다。잘먹었습니다。请客的人是欧巴。很贵。谢谢赞扬哥。好，然后待会的咖啡我请。어맛있는거케이크먹어야지아그래그래먹자케이크먹자이거는마지막젠젠이거는나의마지막젠젠진짜정형화된외모를어떤그런메시지무슨거이야超麻烦，但而家只系呢一个11:04，啱啱同赞扬倾嘅偈都倾得有啲耐，跟住而家咧就等紧，而家谂埋 export 出片咧，我就要瞓觉啦。估到我几乎可以每日食啦，但我都会成日整啲唔同嘅煮法嘅，譬如系上次就系食汤乌冬啦，今次就系食捞乌冬。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可以没有乌冬。跟大家分享一個戰利品，首先呢是不覺意經過店舖跟住見到有實物，然後又有現貨，所以很多東西不太喜歡網購的原因是因為你見到實物你才知道實有感覺是怎樣的嘛。 By the way， 我覺得我的指甲好靚啊，好 bling bling 啊，今次整得，然後就是灰色的眉膠，因為現在頭髮顏色如果配啡色眼眉是奇怪的，所以我就會 keep 翻黑色，但黑色有時候可能個感覺會太重太深色，所以我就會上灰色咯。成條眉咧睇落去就會油啊好多，所以黑色頭髮其實都可以用灰色嘅眉罩。送贊揚嘅 CD， 恭喜贊揚出專輯，大家請多多支持哟。裡面是這樣子的，哇哇，好。然之後又係經過 X seconds， 見到件外套好靚。其實我係好中意 cardigan 類型嘅外套啦，而我又冇過呢啲款，我通常 cardigan 都係正式。之後呢個春天應該可能成日都會見到我著，可能因為髮色嘅關係，所以我近期中意著黑色衫啊，所以咧都購入咗兩件 hoodie， 前面有少少 detail 位，跟住後面係正式，然之後超級 oversize， 因為近排我中意著啲好 casual， 比較男仔啲嘅衫。呢件就冇帽嘅，都係前面好簡單，然之後後面有個 logo。本身其實我係諗住買黑色衫啦，但係我唔知點解買一堆完全黑色冇關嘅，但係全部基本上都係衞衣，因為我近期真係超級迷上咗衞衣，係咩圖案都冇嘅正式衞衣，但係我又係買超級 oversize， 冚曬個 pat pat 同埋隻手係。隻手係咁長嘅，唔係男裝係女裝嚟嘅，買咗淺灰、紫色、米色，然之後又係 hoodie。我覺得我近排好中意紫色嘅關係，其實呢一隻紫色咧，我屋企已經有1、2、3件，然之後今日仲有一個重點咧，就 flex 咗一堆整香水嘅材料，冇錯，因為咧。我實在太喜歡香水的關係，覺得在家實在太無聊的關係，所以我決定要自己製作香水。我是買了所有需要的材料，然後買了很多個不同的原液。香水這一部分我花了20,000，即是港幣1,400，但我覺得是物有所值的，因為這個是我喜歡的，這個是我的興趣。之後在 vlog 裡大家就會看到我怎樣調香水，然後我在想如果我調到一個我喜歡的味道的話，製作完之後就可能可以送給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親手做的香味。想到就興奮了。